三个呀。啊，姐。啊，来取了吗？什么？一会儿你是来了吗？没看着。 那现在没有的，下一个的吧。好，下一个，我家这我也做的不行，太那什么了。
六个做的有点紧，六个，我做的费劲，还六个。哎，我啥玩意儿拿钱呢？你不是，我跟妈妈那钱拿前面去了，拿屋里去了，笨。那你说拿屋里去了，拿前面了，我说拿个钱呢，我就不听懂了都。 真的，我说的那谁还查钱不？妈都啥都说的。你说的什么吗？糖没有。今天拿屋里的，那个他们拿了五万，完了我拿屋里头40万。 买麻菜呀，没钱了呗。谁那个大豆给豆腐？啊，屋里有，我觉得应该是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现在发现不知道。有时候晚上他来的晚上把钱一收，外面卖不了多钱，我就没收着钱，直接放钱箱里了。第二天不是得？这放钱箱里了。老板，他这钱放钱箱里了。不是，就没装袋儿，没放钱箱里了。没装袋吗？ 不装，不装钱那个信封。装信封的。没装。我就把都扔到钱箱里了就。啊，我就放钱箱里了呀。金莲装的呀。他往那个，我是把钱整完以后，完了藏了以后，完了每个都点钱都是俺俩嘛，当面一块拿。完了他往里头放，我就干别的。